Hello，各位尊敬的网友，大家好，好久不见呀、刚才你们也看见了，我忙活了这一个一下午的时间，搭了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录影棚。那么接下来呢，我会花一些时间来做一些我认为是有趣、有用，而且是有意义的一些事情。要和大家在这个通过视频的方式呢，我们来做一些这个交流和沟通。然后呢，最近的话，我忙了一些事情啊，就是你可能看见我这个没有出现在微博呀、微信呢，或者是这些平台，其实是在一直在做这个准备的工作。接下来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要带给大家，那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大家这个多年来呢长久以来对我的这个支持和帮助。那么另外呢，我现在的话是把我这个播客，就是我们之前在 iTunes 的这个播客 Podcast 呢，这个内容要做一个调整。以前呢有一个播客叫轻松玩 Mac，现在的话呢，我要把这个节目全部停掉，我要给它换一个新的形式，要给它加一些新的内容。那么老的这个轻松玩 Mac 呢，我已经把它全部搬家，给它搬到了这个微信平台。所以，如果你要想看以前的节目，包括我，最近几年做的这些教程的话呢，你可以在 iTunes 的，sorry，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EasyTime TV，就可以找到之前包括老的这些文件的归档，还有我新做的这些教程。那么在接下来的话呢，我会把整个这个轻松玩 Mac 呢内容全部给它换掉，换上一些我要给你们去分享和交流的一些有意义，而且是我认为是有趣的一些事情。那么另外呢，我还要搞一个新的一个这个播客频道。那么这个频道的名字呢，就是实际上是以前也试播过一段时间，叫做这个果然有用。我要把一些有意思的，我要又找到一些新的一些内容，一些新的这些主题。我希望通过一些新的内容呢，来跟大家来做更多的这些叫怎么说，就是科技的分享啊，或者是知识的分享啊，或者是有趣的事情的分享啊，我要做这么一个栏目。所以呢，如果你是老的这个轻松玩 Mac 的用户呢，你可能会看到这个播客的内容不在了啊，我因为这个我已经把它下架了。那么欢迎你去订阅新的果然有用的这个播客。那么过一段时间呢，你会看到一个新的轻松玩 Mac 的内容呈现给大家。那么这个呢，叫什么呀？最近的话也是很多朋友跟我说，比较流行的叫什么VLOG Vlog Vlog。那么不管它叫什么，反正你知道，它是实际上是通过一种视频的形式来记录内容的叫 Vlog。那么这里呢，我要把一些新的内容呢，通过这种 Vlog 的形式呢，来给大家进行呈现。所以呢，今天其实是一个试播。你看我忙活了半天，其实是一个试播，但是我发现就是包括这两个灯光的话，还是有一些问题，包括这个背景，后面的话还有一些这个影子，后面我还再去调整，这个不是什么大的问题。那么重要的关键是我们要找到一些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最近听说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玩这个快手和抖音，然后的话呢，而且被禁掉了，所以呢，我实际上是干什么都赶不上这个最时髦的时候啊，就整错了，你知道吗？所以的话呢，我最近也搞了一套抖音的装备和快手的装备，准备去上镜的。结果发现这两个好像说是要被下架了。那这里呢，只好通过 iTunes 啊，包括 YouTube 这样的平台呢，来展示一下我当时这个造型啊，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么弄的啊。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呢，都会有一条大金链戴到这个地方啊，不要压着我的麦克风。然后的话呢，据说还有一些比较古怪的这种造型啊，我买了好几个，这是这个两个条的，还有这是这种一个条的，还有这种圆的，你们可以投票给我留言，看哪种造型比较适合我啊，然后的话呢，这样子。然后好像还有什么？还有雪茄，好像这样。电子烟啊，很酷啊！说这样的造型上了节目之后呢，收视率会比较高。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
刚刚把这些东西制备齐，然后发现好像说是这个东西被点名批评了。那所以呢，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啊，这套东西呢，就先收起来，还是回到我们传统的这个新闻联播的这样一个节目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好了，我们先来试播这段内容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接下来的话呢，我要去准备新的内容了啊。感谢您的收看啊，我们下次再见。